糖果果，啊不对，糖可儿。嗯，对啊。天哪！虽然我看过你瘦的照片，但是我真的不敢相信，那个150斤的重量级胖妞变成你现在这样。哎，糖果果已经是过去了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美女糖可儿。你会惊呆所有人的，来吧，带我开启我国内的新生活。没问题的。开得很及时啊，前不久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，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我们中国的互联网经济。哎，这个时候我们为签约主播做准备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啊，飞机晚点啊。我刚下飞机。什么？新媒体盛典开始了？快。是。我个人推荐，翻译好的是有潜力。那个14号、20号、29号，还有30号都不错，分别是唱歌、跳舞、游戏，还有魔术。哦，不错，开快点。是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今天啊，来的人都是来冲那个海月总裁霍斌的。谁？霍斌？怎么会是他？大家听说今天是海月总裁要签约主播，都蜂拥而至了。海月新媒体是真的有实力呀、啊！谁要是被他看上的话，你刚说的是谁？霍冰？没错，他就是我们大学的校草霍冰。可儿怎么办？真的是霍冰哎！没想到现在摇身一变，变得那么有身份了，变成海月新媒体的总裁了。哎，小怪起来了，走吧走，走吧。现在我们隆重的请出我们海月新媒体的总裁霍斌闪亮登场。老魏的。跟我们的霍总裁共舞一曲，开始我们今天的开场舞。那这个幸运儿是谁呢？我们要选一位特别的主播，这个主播是谁呢？聚光灯给到他们。啊，转起来转起来转起来，是你们是你们，不是你。对，再转再转。对对对，好，又是你，这个自信的女孩，自信的可以不用化妆素面朝天的女孩。可儿，他来了，怎么办呢？来吧，幸运儿，今晚的第一支舞，邀请你一起来跳吧。没想到，我的精心打扮让可儿选上了。被挑上的幸运之星也不要太过于高兴啊。可儿，
点都不记得您。以前怎么会那么傻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你……啊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太会跳舞，你会包容我吧？你故意的是不是？现在是故意的。哎，你不跟你玩了。哎，这是谁找的人呢？怎么回事？这人到底谁找的？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我不要。谁呀？这是啊？我是你女朋友啊！你怎么说忘就把我忘了呢？我每一天、每一分钟、每一秒，我看不到你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。我警告你啊，我是真的不认识你，你再不放手，我就要完了啊！我是你朋友啊！滚，人呢？滚！烂人，用的还是这个烂招！快把他弄走！